小爱同好像需要帮忙。好，我来了，我白来了。哎呀，我又不抢你的，还给我搞吃了。来，我们来玩，我又不抢你的，来玩。走了，拜拜。你怎么骗钱？走了，谁跟你玩？就来抢你的。拜拜。我怎么会抢小海豚玩具呢？像我这么好的人。刷刷刷刷刷。嘿。刷。好，过完了。哎，我才不摸你们，拜拜，往我走了。这玩具我看看坏了没有，走吧。我看坏了没有，看看坏了没有，看看坏了没有，给检查一下。抢什么呀？并没抢。你抢什么呀，小白鲸？吃瓜又来了，抢的没抢，没抢，没抢，摸摸，摸摸，摸摸。就你这智商，不就体格大了点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胖子，再见。没错，我是收玩具的，但是没有带手，下次补上吧。笑也不给你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那个谁，谁，六九还来吗？来，给你玩具。还不要？哎呀，别抢！六六来晚了，我的呢？一回头发现小海豚拿了新玩具找我，找完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呀，这还是个新的，小海豚新玩具呢啊？什么新玩具来玩？呀，炫耀他的新玩具。六六要吗？六六要不要？不给六六玩，有个傻精不能玩。我来捡，刷刷，哎呦，呵，还会高抛，吓我一跳，还会高抛。牛啊，牛啊，小海豚！哎呦，着脚了！1、2、3，嘎嘣脆，鸡肉味，要这么给！1、2、3，哎，哎呦，这扔的，怎么乱扔啊？哎，跑了，打架去了吧？雷蒙又在叫我捡玩具，看看不理他会怎样？看到来人了，又又转，还以为别人是来把捡玩具的。看没理他，继续呼唤。如果叫声停下，说明发现来人，因为我坐角落，他没有发现我。
别人看我崽就没有理他。看到了来就不叫了。莱蒙失去耐心。又来一个。啊。玩六仔的玩具去了。准备帮他捡玩具了。半途而废了，啊？可能这就是在失望中成长吧。以后我自己捡玩具了。别担心，一会儿就又开始叫我捡。看看啊，是哪个傻孩子把玩具玩到这？啊？是谁？过来，你过来拿。是谁？是你吗？这里还有六六，是你，好，是你我给你，不行，还少了点什么，过来给我叫一声，不要点头，不要点头，过来叫。叫不出声了。你就被毒哑了吗？啊，给你，六六玩大年糕去了，六玩大年糕去了。六六还以为排队发玩具，看着我也没有啊。还要吐口水呢，嗯、啊，哎，你要吐口水呢，吐的，掉个头回来。发光的大脑袋，发光的大脑袋，哎呦，脱水，脱水，不可以，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蹲下。我也不明白怎么蹲下就吐水了，蹲下。吐水开关，蹲下。小白鲸的吐水开关，能不能轻一点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下面太吵，过来轻一点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小白鲸真好。不宜贪多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就想来弄玩具。